这么长时间不见动静，算算这是上哪儿去了？还是花功夫奇住一番？像一块石头滚落山坡似的来到了今天的日子，细想想咱还真是这样啊。虽说这确实是个讨营生的好地头，但反正有吃有喝，何必费那个劲儿呢，是吧？耶，算来算去你今天都像是要撞桃花，可这也没别人呢。等等，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不是人。还是人间无是人来着。这边的胭脂水粉倒是比郎秋的上档次不少，可得抽功夫好好琢磨琢磨。真要说来，咱倒不怕别人拿年龄说事，驻颜有术总好过未老先衰吧。都说窥探天机非得五弊三缺，但愿到头来最多只把咱的头发收走。术的本事咱当然也信手拈来，只是时机未至，总不能坏了因果呀。哎呀，最近身子好像重了些，调理之前总得先找个馆子好好补一补。家里有什么怪动静？成，夜里闹得最凶的时候叫咱过去，保准你安枕无忧。